超强计划，明星家族大对抗，抢救人质。哆啦 A 梦的手指头是蓝色，对不对？啊，常进人出场的时候都会说“损我假仙，赢我假赛”啦。一二三。是李小龙。199全家吃到饱。步步为营，踩上去，还要踩在上面呢。对对对，重心，怎么可能嘛？上去蹲着，踩在上，歪了歪了。啊，目前冒冷汗，冒冷汗，要歪了歪了，稳住稳住，加油，来加油，加油加油。第九个了，直接华阳兄弟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就是两队人马，好，赶快来欢迎两支队伍，姚大伟、阿虎，请出场，哇，出场，哎，跟你讲。见过他们的家人，对对对，今天两支队伍，他们都是少壮派、青壮派，没错，比较有拼。先看他们姚代伟这里，大家好。好，邓丽姐，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最近还好吗？很好，很好，谢谢你。你最近好吗？我这不太好啊。为什么？我工作太过劳累。真的，能够为大家服务就是我们的福气。你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休息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休息了啦。真的，你看，他现在就七天，你自己主持，对不对？就去我猜啊。对啊，这情况很乱啊。等等等等，周八就我们三个人了。对，我也要加入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也起来。各位，我。宁愿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我也要站着。哎呦，对不对？你这双关语哦，你管我，你射到很多人哦。射人有吗？有，伊能姐有站着茅坑不拉屎。有，刚刚马国碧有讲好几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跟她老公，她老公德国人有没有？啊，对。哎呀，没有啦，乌干达人呐，可以吗？你满意吗？满意满意。好，可以接的 OK 哈。旁边怎么一堆都是表字辈啊？哎呀，对，我们今天都表字辈。表弟来了，欢迎啊，年轻人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姓梁，大家好。啊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表妹，哎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莹。好，来帮忙拿奖金了。美夫，看他的外形，应该是设计师之类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总裁级的人物，总裁呀，不对哦，是哪里的总裁？我们啊，哪里的总裁？总裁，生技公司，生技公司总裁，哎呦，削翻了，削翻了，最新的呀，哇，这个产业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听说生物科技可以治疗掉头发，是真的吗？产品来。我跟你讲，不提提真的，因为本来是全光的，没错，我就是要讲这个。真的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旁边还有一位表弟又来了，哎呀，表弟，大家好，我叫冠元，冠元，哦，希望他们好好努力，加油。好了，再来看阿布这边啦，OK，你们今天来的这一群，根本这十万块应该是你们的，哇，挺小心的嘛，这是我，你看，这是我家族里面的七年级军团呐，七年级，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好，第一位表妹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妮妮，哎哦，还有一位哦，表弟也来了，帅帅帅！大家好，我是威德。隔壁这位表弟，隔壁他们一家都帅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家好，我是杰瑞。我有跳过，他是最近刚的前去年。一年多前刚从美国回来哦，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完全不会讲中文。在美国的哪里？
美国的 DC 首府。Are you lonesome tonight? 不是，我很寂寞。因为他真的是牛郎，约他去哪里 ？Because today is Valentine time。哎呀，特殊服务今天可能没有卖。Yeah, have you a girlfriend? Yeah. Oh, okay. That's great. Okay. 我在教英文。If you have no girlfriend, I want to introduce one for you. 哎呦 ，Which one? This one.This one. Very famous. 不过还有一位的堂弟，欢迎堂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蔡明勋。啊，真的名。哎呦，各位，今年是猪年呐，人为财死，猪为烹亡。哎呦，他们两组人马已经准备好了，抢救人质。好。进入我们抢救人质，那两支队伍现在已经上去了，是表妹是吧？表妹，表妹你要保护我。哎，阿布直接上去，哦，表妹上去。好，我们这边 Demi 呢，这个我们小钟配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两队请上身开始。哎呦，很可怕耶！来，弟弟这边啊，表弟两位注意哦，第一道题目，注意，最小的鱼，全世界最小的鱼就是布拉鱼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不知道哎，布拉鱼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我觉得也不是了。那不好意思了，正确答案是虎鱼。哎哎，这边。有一种鱼叫做虎鱼，全世界最小的鱼。等一下，你在演是不是？我会背，我会背。你们拿错了要剪一条啊！剪这条，你们一二三。表妹胆子很小。好，各位，这一道题目，当然你们如果觉得非常有把握的话，你可以推出王牌。这一道题目你可以剪两条哦，好吧，好的，下一位，来下一位换谁？你们要推出王牌了，不得，表弟啊，我来，这次要剪两条了。抢的话动作一定要够快哦，抢蓝的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不是，比人家快干嘛了？你乱抢，人家被剪掉。抢红的就无聊了，好吧，准备。83年度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。金曲奖的得主是吴宗宪，对不对？请讲啊！哎，郭小鱼，啊，他先抢走了。事出诚意摆在，你就放着他就。要靠不要，小鱼，你是对的，我是对的，哈。对，他是你是台语男演唱人吧？哦，哎哎，台语对。讲答案，对，不能讲答案。真心换绝情。是，我说最佳国语。歌曲难演唱呀！恭喜答对了，两条，两条。等一下，苗哥，我不会剪，让我来大义灭亲。好，最安全，最安全，这样子吧。真的，你要说，别人要说，两条，两条。来了，好没？一二三，四二，四二，四二。好，没事。还有一条，好，表妹，对不起了。我回去会跟你妈说。小心哦！一二三，棒打老虎之巨头 ，Tap Two。一二三，加！现在挂了三条了，下一位，哇塞，妹夫，哎，加油了，生化科技的总裁，加油加油，你们这边还有一次王牌的机会，要不要？随便剪啊，我觉得可以耶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我们下一条 ，OK， 我们一条都没有啊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。注意，著名卡通《哆啦 A 梦》的手指头是蓝色，对不对？啊，蓝色，哆啦 A 梦。其他不能讲啊，什么颜色都不能讲啊，大声讲。白的，白色，那跟他换换看啊。撒娇，不要换，不要换，撒娇，撒娇。那你觉得是不对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应该是白色吧，印象中。哆啦 A 梦的手指头是蓝色的，不对，没有手指头。手指头？啊，因为他没有手指头。答对了。快速剪两条，吓死你了！哎，为什么会转呢？
剪了两条了，这边三条啊，势均力敌，再来轮到谁？下一位，来沙燕，来沙燕，堂弟啊，《西游记》有孙悟空、沙悟净，而猪八戒的法号叫做无能，对不对？是无能吗？无能，无能，是无能吗？不对。猪八戒，堂弟，你现在撞邪吗？对，我说他叫傻眼，就对了，傻眼，真的傻眼了。不管如何，你选错就对了。对，那你认为是无能？应该叫悟能吧？对嘛？那你为什么选这个呢？他先抢走了。恭喜堂弟！傻人有傻。哎呀，我哪正了？这条，这条。等一下。对对对。两位，童话故事当中，灰姑娘是出自安徒生童话集，对不对？哎，刚是说很快哦。童话故事中，灰姑娘是出自安徒生童话集，对不对？不对吧？不是安徒生童话，是格林。后面有人说格林了，格林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起来觉得好像不是啊。灰姑娘是格林童话，答对。手抓那边的。Oh my god！ 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哎呀，好可怕！小钟，小钟，等一下，小钟你站稳哈。敲一下位置。好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什么？你老公在看转播哎，你无畏熊啊你！这样应该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讲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有系统的。好 ，OK， 来两位来派出来是哪里 ？Jerry， 后面不能讲哦，后面不能讲。光速比音速快，光的速度比音速快，所以一般会先打雷之后才看到闪电，电电。你拿对了，对啊，你觉得对？光速比音速快，对啊，没错啊。不对。我是想要把这个机会让给表妹。哦，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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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摆出来，摆出来，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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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道理。哎，他想试出他的诚意。对对。我不太想，我觉得我这个答案不错。真的吗？是吗？我一直都好像是先看到闪电，才听到打雷的声音。哎呦，是吗？是是是啦。恭喜表妹！谢谢。很恐怖，真的。都是表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恭喜表妹。你要保护好马国碧啊！你要保护好马国碧啊！哈。哦，没事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抓好啊，妮妮。要保护好国碧。各位布袋戏史艳文出场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段话。但跟今天题目是无关的。常进人，钟嘉玲。好，有听过这个人吗？有有有有有有。哎，各位，常进人出场的时候都会说：“损我假星，赢我假赛啦。”耶！不对啊，要不然要说什么？损我假星，你我假红。叶我加盟了，恭喜答对！表妹，撑着点啊！耶耶 ，check it out，check it out！ 回来回来，澳洲有一种动物叫树懒，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无尾熊。哦，树懒叫的声音，干嘛了？没事，题目还没有问完呢。哎呦，树懒叫的声音跟无尾熊的叫声很接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怎么叫？
那树懒叫的声音呢 ？Oh yes, baby. Oh yes, baby. 该怎么？大家好好再问问题，一定要搞成这么尴尬。恭喜表妹答对。Yeah. 这两种动物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。哪里哪里？抓这一根。来，堂弟，注意哦，题目很快哦。人体的横膈膜以上是腹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胸腔，对不对？错！后面不能讲，后面不能讲。但是没关系，哎，对这一题他们是，等下你觉得对？抢得快，横膈膜以上是腹腔。姓梁。各位，这道题目其实表弟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那个人正在倒立。倒立。来，请白衣天使跟我们讲一下，横膈膜以上是。如果人类在站立的状况之下，横膈膜以上是胸腔，横膈膜以下是腹腔。所以堂弟的答案是错了。堂弟的答案，他答是正确的，要检他们的作弊作弊。横膈膜嘛，啊，就在这边，以上是胸腔，以下是腹腔。要不然你问我们，请一位韩国朋友来告诉你这个答案。来，欢迎韩来自韩国的这位朋友，告诉我们大家答案。横膈膜在胸腔，横膈膜在腹腔。哎，好，来剪一条，来来。我哦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是的，你要跟他两个人重叠，你一人站一边，一定掉的嘛。啊，一，你要两个人站过去。等一下，对对对，对，因为只哎哎，姚戴维，哎，老公不在，随便卖。哦，对，好，来来来 ，OK， 好来。哇哇哇哇 ，PK 了 PK 了。一二三，三三三。哦，下来一个。各位，这一次一次两条了。好，来，干脆你来打。好，拼了！两队的队长啊，加油！阿布跟我们的姚戴维，两位特别注意了。有有有有有，题目来了，准备。现在流通的新台币100元的，哎，100元的台币上面有一栋建筑物，就是我们的总统府，对不对？好快啊！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新台币大家都常常在用嘛，那所以才在抗抗嘛，才在抗，才在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一把就抢到总统府，对不对？对，厉害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去过阳明山？我们家住阳明山脚下。哦，那你知道那里有一栋建筑物叫什么？很有名的。那个拆掉了，那不重要。中山楼，中山楼，恭喜答错。之后绳子拉紧，顺着绳子滑下来，你就是汤姆克鲁斯啦！哎条，哎条，哎条！好，拉着绳子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出力！棒打老虎机器虫 ，Part Three， 三，出力！火车，马上进入我们的《我是李小龙》啊！我是李小龙，谁拿下今天最高的成绩，拿那一队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 Baby 这边先派出一位开路先锋，我是李小龙，先出，用力踢，踢，踢。脚掉了，妹夫啊，你的动作很标准，但是你至少脚要给甩掉呢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这个你妹夫，你把他笑成这样子，你要给他加油，给他加油一下。我还想说，他的老婆还笑成这样，他自己的老婆都笑成这样，我可不可以笑成这样？我拍起今天赢爆了，赢爆了。好，开始冲掉！我是李小龙，冲啊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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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个妹妹夫啦就训掉了。好，好，来，我是李小龙，我是李小龙，冲啊！再一次，那个跑道要避一下哈。你确定你是李小龙，你还是阿达？我是李阿达。摔伤，李阿达，好了，再一次，李阿达，李阿达，避开那个航道。我是李小龙，阿达，冲啊！可惜没有啊，没有你入围，没有你还 OK 吗？你用生命在表演，好厉害了，没有得分啊！好，下一位表妹了，表妹，还有追随夫婿的脚步，老公给他加油一下，老公来，老公加油一下，亲一下，爱的加油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加油，已经亲了，来，准备，哎，我是李小龙，哦耶，哦耶，加油，用力，好，用力，好，用力，不错呢，好了。冲上去，这样才瞪得高嘛！表妹要飞起来，机会来，再给老婆亲一下，亲嘴，亲嘴，嘴嘴，亲嘴，亲嘴，亲嘴，嘴嘴，加油了，嘴嘴，加油，小子，小子，加油，小子，想跟他拼了，快！我是李小龙，哦耶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爱的力量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好，150，这叫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好，你的记录就160了啊！来，阿部队，哎，请恐怖了，阿部队，你这个要小心一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了。我们道具很脆弱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我是李小龙，呼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好活泼的表演。我们刚才抢救人质，还没到站你就拿行李，真是。好嘞，需不需要有人帮你加油？小庄哥帮你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，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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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亲一下，对对对对。小庄，你在什么态度啊？亲一下啊！小庄跟小马，哎，那个马国碧两个人，一人亲一边，左右各一，一二三。哎呀，还在爽，酒精消灭啊，消毒一下。我是李小龙，加油，表妹。用力！用力！好，160公分。再来是我们姚代伟这边，姚代伟，我们的表弟来了，表弟来，来加油！一分钟，小龙，啊！凶啊！水子可以补喝水。哎，摇到有十根筋，有十根筋。一个，汉堡们再动，两个，三，汉堡球员，好，踩上去，还要踩在上面呐？对对，重心，怎么可能嘛？上去蹲着，双手歪了歪了。阿木目前冒冷汗，冒冷汗，有歪了歪了，稳住稳住，加油来加油，加油加油，第九个了。棒打老虎机吃虫，精彩内容马上回来。放大老虎机吃虫，来加油！一分钟，小龙，啊！凶啊！左撇，左撇，左撇，140公分，是是是，厉害！好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200，好不好？过200就厉害了啊！会有姚代伟会赢哦！我是李小龙，凶啊！厉害呢，我想他那个很轻盈，有没有？直接飞上去。对啊，好，下一位，阿布的压力大了，唐弟，哦，唐弟是最高的，身高多高？拼一下，他是体专的，181哦，体专的，加油，体专的，嘿，我是李小龙，哟吼 ，Go， 体专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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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，喂。但是他是水上戏啊，便当没有带，你就要念书了。再一个，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你是修游泳的是吧 ？Coach Bang， 我是李小龙，哟 ，Go， 上吧！很标准的差一点，很标准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，换一只脚，好，换一只脚，换一只鞋，换一只是鞋的问题吗？鞋的问题。我是李小龙，哟 ，Go， 左撇子。
撇子，哦，左撇子，哦，龟缸，龟缸，这把手，好，谁摇啊？那不好意思啊，目前最高成绩姚代为队的220，轮到阿布队，来了，来位，现在姚大伟先来，我先啊，对，你先。好，过200的话，10000块奖金。过200，我跟你讲，鞋子脱掉，是因为过年是附近才给的啦啊，对，否则一定会滑掉。对不起，加油！对不起，现在都出价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为了10000块，他脱光也愿意。加加加！哎呦，真的吗？我有一点后悔哎，这个女的拼了，凶博凶博。对，这个最好，这个我每次用这个都超过200。特价来抢购。小钟，你什么心态？10000是我给的。加油！我是小龙。好，我。我是李小龙 ，baby， 破200，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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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年度啊，阿姐，哎，你还这样倒立啊？熟女就熟女，有没有穿黑内裤也不怕我们看到？有吗？啊，除非你真的是黑的，被你讲到了，真的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内裤啊，那更可怕。喂。我没供啊！哇，又脱另外一个鞋了哈！来，哎，你，我是李小龙。好，再一次 ，baby， 加油，加油，200哦！哇，哇，哇，我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成语，重赏之下必有笨蛋，必有笨蛋。哎，你这个跳起来哦，你跳起来还不到100公分呢。对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可惜啊！好，下一位，来来，阿布队，表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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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啊，人家是220哦，你们要加油哦。哦，这个看好，好，我是李小龙。鞋子是太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还有一次，叫，速度要放出来，像刚刚那个速度 ，OK， 好，叫，来，我是李小龙，来了，我们的压轴表弟来啦，目前最高成绩是220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超过两百，把它弄更高，让他们难以到达，好吧，好吧，来拼了。我是李小龙，跳，脚到两百三，脚到两百三，但是鞋子到底鞋子没上去了，再一次，脚提早升了哦，加油，好，两百五了，我是李小龙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到250的话。20000块奖金找我拿，两块奖金，20000块了。宪哥真给，宪哥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啊！宪哥你错了，他真的是，他真的是见钱眼开的人，真的吗？真的跟你拼了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要用踢的哦。好，好，护士小姐准备啊，好来，好，一分，我是李小龙，走 ，Number Go， 五毛，听到20000块，马上喷出油，对呀。下一位没有了，好，阿布了，最后一棒了，表演赛，我跟你讲，阿布，你如果超过230的话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如果逆转胜的话，哎，30000吗？多少钱，宪哥？10000元奖金，10000块，有错错，有大红包哎，对，他腿那么长，机会很大哦，对呀，加油，还没试过，哎，210不会很啊，230不会很难的，我是李小龙，冲啊，阿布要我们打到230的。你要用那一招吗？差一点，哎，你想用这一招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用这一招啊？没有中，宪哥。是不是想用这一招？哦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？宪哥，今天你明路了，登上去啊，登上去啊！好，10000元奖金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是李小龙，冲啊！阿布加油！阿布10000块奖金，啊，奖金，啊，奖金，啊！好了，好，这一关呢已经是笃定是 Debbie 姚代为他们赢了，对，恭喜啊！但是表弟220要不要挑战自己？250要不要？要挑战自己。250一样奖金啊，好不好？240就给10000了。我是李小龙，阿拉冲啊！奖金是故意要给的啦，哎呦，给的啦，哎呦，给的啦，哎呦，有差一点，有没有？有还是
230，而已，中指到230，差一点点。各位能够到239，我们就给你哦。好，来来来，好吧，再试再试，239，239，可以哦。宪哥都已经出到这样了，求求你，拜托拜托，239，我是李小龙，阿拉，成功，阿拉，给我陪他。没有，我们剪接到那个他们赢的那里就好了。没有，不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请看 VCR。没有 VCR。好了，Nicky 去领10000块奖金。真的有人听到250哎，所以跟你讲，重金之下必有这个有福，以后不要搞威就对了。现在两队呢1-1的成绩了，姚代伟赢一关，阿布赢一关，最后一关199全家吃到饱。好的，现在马上就我们199全家吃到饱，全家就是你家哦。还好我们不用吃，对啊，哎，不然这个后台是恐怖的。但是你们在后台吃的也不会比这边不够哦。请假，怎么你们跟垃圾桶一样？太恐怖了，打个那喷烫哎，米加黑了都一里加了。这个叫什么？人家强迫症，强迫症哎，临时强迫症。对，东西在面前不吃就觉得对不起父母，受不了人传染。对对对，哎，提前跟他塞好了，塞完卡比比看，塞好那是得塞嘞。那起码别假帮你讲一点，好，请假。大家好好注意的，刚刚有哪一位是破了250的记录？谁举手？表弟，恭喜你啊，太厉害了！刚有提到10000块奖金嘛，那那录影节目啊，做节目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就讲出来，让大家开心就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吃这个的时候哈，怎么样？不要太在意了。我们做节目是有社会道德责任的，我们要说到我们社会道德责任，公众人物也要说到做到。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刚刚那段 VCR。应该是明了啊，就是说，让观众朋友大家觉得开心是我们人生最大目的，没错。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，获得这项殊荣，好吧？好，准备。你是大哥级耶，对呀，你说话要算话，对呀。你不要喷我，我都替他们从头敌看了，我看不起你啦，你这怎么样做大哥呢？对了，我看不起你啦。您不要这样子嘛，对呀，做人不要这样，这样不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，Oh my God！钱这种东西就不要计较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有提到是10000元的奖金，对不对？现金太好了，嘿，赶快叫干爹，干爹，元奖金，谢谢，恭喜，来来，叫干爹，叫干爹，我们这个也是说到做到，含泪跳。可是，在节目上面送奖金，一般都要扣15%的税。对对对，不要管他了，无所谓的，哎，对对，那个算是加赛金了，私底下再处理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恭喜他获得10000元奖金了，谢谢。好嘞，两次对，现在请准备。能够把他们先吃完的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胜利了。来说，每一队呢只有30秒的时间，每一个人30秒一到，你就要离开了，好吧？不管吃到哪里啊，一杯杯 ，Go Go Go！ 阿布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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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布可以了，水杯水杯，面只有差不多3口而已，水只可以补喝水。哎，摇到要吃干净，要吃干净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我们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供完供完，来来来。叫姚大伟，哇！现在已经吃到第二道了，这一笔好猛哦！阿布很厉害啊，现在已经吃到第三，怎么吃第三道了？哇！阿布吃完了，完子了，完子了！阿布现在我们叫到薯条了，薯条二，薯条三，条二，有一块没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表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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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要把之前讲的水，水水水水水，姚代伟吃到脸变形了，水的水的，姚代伟吃到脸变形了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要吃下去，加油！哎，我们只吃了一口而已，汉堡已经吃了半个，汉堡我们再两口，两口，三，好踩上去，还要踩在上面呢，对对对，重心，怎么可能嘛？上去蹲着，双手歪了歪了，阿峰目前冒冷汗冒冷汗，要歪了歪了，稳住稳住，加油来加油。加油加油！第9个了，那直接棒打老虎之蛆虫，精彩内容马上回来。棒打老虎之蛆虫，哎，我只吃了一口而已。好，汉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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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再来两口，三，汉堡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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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香蕉。
厨了啦！吃太大口，这样不行的，那个要吃，要吃掉，不能反厨，不能反厨，现在全面清空，已经反厨了。好，香蕉吃完，香蕉吃完，好，香蕉吃 ，tomato， 番茄。二，快点，等一下，香蕉吃完了。一，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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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香蕉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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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番茄，番茄，米奈。这个最会吃啊！真的吗？哎，鬼地啊！这个最会吃啊！番茄，番茄，吃的多，加油，加油！没关系，吃的多，吃完，要吃完，要吃完。好，番茄，番茄，番茄，快要追上来了！番茄，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！快点，速度要快，进来了，快点，番茄，快追上来了！一口把它吞下去。我跟你讲，两位刚好差两秒而已，恭喜阿布队获胜！哇，差两秒，真的是浴血，这是浴血，这是浴血，背水一战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啊，德宾厉害，德比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艺人敬业的精神，对，真的，你的家人都以你为荣，掌声一下，恭喜他，而且他们也一定愿意把那多出来一万块给大家给平分。对。你还在想那一万？这边是真的啦，真的，他们全部都吃了。你看，椅子没有一道有剩，我们严格把关，干干净净，净了哦。阿布队，加油了！马上进入我们步步为营，耶耶！来了，现在姚代为首先来创造佳绩，好吧？一个人呢，只有三分钟的时间，计时开始，步步为营，先上去，唱，先上去，对，可以。OK， 是有，前面三格身手敏捷啊，好，来，我有这个侠女，这个卡锁怕卡不准的，卡不准那就是你的事了啊，OK， 这可以上去，不稳下来重修一下。耶，那个有点可怕哎，不行，赶快下来修一下。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个很可怕哎。不，你换一个点干嘛？下，不要那个卡了，有问题。啊，有，好了，有，就三分钟的时间，快点。哦，时间过很快哦，这样就快一分钟了哦。加油，还有时间，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加油，很可怕耶。你如果叠超过十二个的话。1万块奖金再给我。好，现在要叠上的是第八格了。6、7个了，第八格，8个要叠上去了。好丑，我的宝石！加油！
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，头会昏呢。对到了。哦，不错啊，现在第九格，往第九格上爬的哦，但是要准备上第八格，离我们的灯越来越近了。对 ，Baby 姐越来越近。Baby 创很稳了，第九格，很可怕耶。第九格了 ，Baby， 你不要那么拼命，不要为了一万块了，好不好？第九格了，我已经给一万了。你现在给我可以放弃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格了，哇，九格 ，hold 住。一分五十秒，一分五十秒了，好上去，上去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你可以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 ，You can do it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两分钟整，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，第九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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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九个了，加油，有听到家人深深的呼唤，对，来脚上去。是变我是有些意义啊！七班，七班呐！对，四七八的，六七八九，九个了，九个，没有人在摇，还有三个，都是你在摇，没有人帮他摇。好，因为你是上去了，摇戴维第十个了。你说什么？摇戴维第十个要了，踩上来了，我踩了。好，踩上去，踩上去，要踩了吗？踩上去，踩上去，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还要踩在上面呢。对对对，重心，怎么可？蹲着，手放开，撞上过关。你先蹲着，然后再慢慢站起来，手放开。往上翻，往上翻。先站上去，先站上去。时间不多了，还剩多久时间？十五秒，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这样不行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六，快快站，快站！五，快站，快站！四、三、二。吓死了！好，恭喜姚戴维成功！好的，阿布这边呢，决定御驾亲征，亲自这个在阵前杀敌了。Baby 有没有？到现在后遗症还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腿还是软，站不起来，从此不敢偷人。要爬墙，要爬很高。对对对，各位请准备了，阿布挑战十一个过关一样，给他多少？算了，不要重复，不要，就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踩上去就是两万块奖金，好不好？讲的就要照做，好吧？预备，三十秒开始 ，Go！ 等他盘踞在地给他，两只脚都要上去，哎呦，哎，他这个重心处理得很好哦，冒险王就是不一样哈，他的感觉好快哦。一二三四 ，OK， 没关系，没有，这样就六个了耶！哇，好快哦！哎，这已经一半了，哎，不要唱嘛，刚好为了两万块这样拼命。阿布啊，新人啊，两万块也很多啊。哎呦，哇靠，还可以跟我聊天呐！你还可以聊天？时间过得真快，已经两分三十九秒了。啊？怎么？没有啦，才一分钟还没到。二四六七八六九个，往第九个。哎，小心小心！哎哎，他还嫌弃你换了。哦，你要下来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换一个。他还嫌弃那个不好。哇靠！哎，他已经知道我们有处理不好。有经验，我觉得这个单位有设计过。已经过一分十五秒了。八个，好，加油，八个。他很挑，很挑剔。我没有，他先上。哦，对到。哎，九个啦，二四六八。哇，完了，我的两万块奖金完了。目前往姚大伟的记录去挑战了第十个。哦，小心，已经上去了。哇，他的高度加上这个标记，人呐，不要接人了，已经快到灯了。八十，第十一个，第十一个，横跨，二三，第十一个，你还要穿第十一个哦，第十一个，再两个，两万块就在你的脚下，我好紧张啊，
昨天晚上搞了一晚才搞了20000多，他提三分冲就把我的20000搞走，2分15秒，哎，可是他有显出不稳的样子，有点在晃，有点在晃，旁边的人要小心一点，只要上去，站上去，站上去，你的头会打，两手。还有时间，还有30几秒，我来创造啊！还有30几秒，我们为了你已经把电灯熄上去了。1、2、3、8、9、10，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2、4、6、8，你要往上站呢，不是要站，小心哎！等等，歪了，阿富目前冒冷汗，要歪了，稳住，最后15秒，那直接，哎，还是要拼2万吗？还是要拼2万，先哥，小心啊！不要拼了，准备。先站上去，站上去，最后15秒，只有15秒了，时间在追人了，天哪！加油，十，站上去了，站上去了，九，能不能稳住了？8、7、6、5、4，棒打老虎，七只虫，精彩内容马上回来。棒打老虎，七只虫。好爽啊！其实我很想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看时间要到了，高一点点，而且高处不胜寒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上去12格，我们20000块，我们心里面多寒呐！对，我们手心都冒汗。这位啊，上一场节目就变通啊，还是不行，站不起来。但全家人我只能这样，很开心。好，哎，好，再次谢谢大家，阿布他们获得10万元奖金，谢谢。礼拜一到礼拜三记得收看我们的棒。